好，主席，我们是不是请诸位？好，主委好。刚才前面两位咨询的委员啊，郑汝芬委员、翁崇军委员啊，来自于农业县啊，对于农业问题的咨询啊，非常的深刻啊，而且非常的用心啊。我看到郑汝芬委员呢，他咨询在我们社福会团里面啊。 他在这边的火力啊，更加的强大。几个问题啊，最近的这个 CAS， 还有包括稻米混冲啊，这个稻米的这个问题啊，我现在问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们先以蒜头来做举例啊。我们云林有非常多的蒜头，那蒜头在检验的过程里面。 它是非常容易来混淆的，混淆的方法包括了由我们农委会来做大陆蒜头的基因的鉴定，还有产地证明是由经济部驻外所发出来的。我要问主委啊，在 WTO 架构底下，大陆的蒜头。 能不能到台湾来？现在不可以啊，不可以。好，稻米能不能到台湾来？不行，不行。如果可以到台湾来，那就算了；如果不能到台湾来，那就必须要穷尽一切方法来鉴定，这个是从大陆来的。要不然，执政者所说的大陆农产品。 不能来台湾，就会变成一个空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蒜头，我们对于蒜头啊，我们甚至到大陆几个产区去取样，建立起来它的 DNA 的基因库，那将来跟我们台湾的这个蒜头它有不同的差异性，我们在检验的时候呢，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我们这一次的稻米也是这样子来检验。好，换句话讲。 农委会或者是农粮署这里对于蒜头大陆蒜头的产地的鉴定有办法来鉴定吗？可以办法来认定它是大陆蒜头吗？有。好，但是啊，很遗憾的，我们有非常多的消息来显示啊，甚至于我们有收到陈情，这个不当然是不关我们农委会的事情啊。 在越南转口贸易进口到台湾来的，他根据进口商所出具的产地证明书，就到海关来了。好，现在发生了两个主管机关就职权来认定，产生了冲突。产地证明，经济部那边、外交部那边发出来。 但是你 DNA 认定，你是认定是大陆蒜头，这两种会引发进口商跟云林的蒜农之间啊权力的拉扯。就进口商的角度来讲，他说我就拿到产地证明了，我管你农委会你的 DNA 啊，我已经拿到了，我要进口，你如果不进口，我就跟你告。 我就跟你加处分，我就跟你啊，来做担保，先进来销售再讲。进来销售之后啊，已经让你得逞了，云林的蒜农的权利已经受到损害，受到损害，问题是啊，罚金罚还，啊不罚这，对不？这个我不要主委你，你这两个主管机关之间认定不同，你们如何处理啊？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想这个产地标示啊，特别从东南亚一些国家来，那它的产地标示是不是可以证明它就是当地生产的这个部分啊？我想也请财政部，特别是官贸这边呢去做一些认证。那对于它的产地来源，这个蒜头的来源，我们利用科技的方法去检视呢，应该是比较准确，应该是比较准确。那至于刚刚委员所讲的这几个柜子呢，据我所了解。 还没有放行，好，还没有放行。
好，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啊。当然，这个农委会用科学鉴定的方法是比较准确的了啊。产地证明，当然很多的这个出具任何出口的这种证明文件，他有去查，到底越南有种这个蒜吗？到底占了几公顷？但是几公顷有进到台湾来的，确实比他实际所栽种的面积还要大。这些一查就知道了嘛。啊，这种种种的问题呢，当然我对这个问题，我星期三会在我办公室开个协调会，是找农委会、找经济部、找海关，啊，就这个问题好好的来讨论，好好的来了解啊，因为这个议题确实啊纠缠很久了。我跟你就一个单独一个主管机关来弄，当然也非常负责任的啊，你们也提出了你们的这种解决之道啊。好，如果啊，我说啊，万一啊，未来在整个修法里面啊，混冲啊，不管是稻米也好，啊，或者是未来是蒜头的，你们所提出来的，这是法则，法则，你觉得主委你觉得有效吗？我觉得像米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提高到300万，也是依照粮食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的这个标准了哈。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辨识以及消费者的选择呢，都能够来落实这个方面的差别啊。那这个贸易商他在进口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原产地这一点呢？啊，我们会透过整个经贸系统呢来做进一步的这个确认。好，这个啊，所有的进口商，所有的粮商大部分都是非常守规矩的，但是啊，利之所趋，动机就来了。是，动机就来，他看你的法则，他看他进口能够进来的获利，他一比就知道这趟赌注能不能玩了。好，我所知道的整个获利的空间啊，比这个法则大了好几十倍啊。我们就不要用罚的，我们就用任何办法来将它堵绝在境外。产地来源很重要，产地来源如果能够在炒一个时间呐、啊，能够侦测到，避免进到台湾的这个海关，在那边这边诉讼啊，那这边到处请托啊，这个总比这个好了啊。那当然目前司法官说好像也已经开放了啊，所以啊，恐怕在诉讼上啊，在整个会比较复杂，会比较复杂啊。那对于啊标示不清楚的地方啊，你如果或者是有虚伪的这种混装啊、混冲啊、欺骗消费者啊，你觉得用诈欺啊来处理啊，你觉得怎么样？哎，这个部分呢，我想由司法单位来认定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像粮食管理法这个概念呢，原来粮食管理法是在保护生产者，我们将来修订的一定要来保护消费者。好，同时这样子呢，间接也是保护我们的生产者，所以这个概念呢，我们会进一步来推动。不管啊 ，CAS 认证系统，不管是在蒜头，或者是在米，包括在鸡肉的部分啊，都同样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啊。那问题不是说在认证标章本身，这个方向正确，都肯定的，而只是说到了市面上，它可以偷天换日啊，随便粘在一个地方，你就送到学校给学童吃，自助餐店CIS， 所以啊，这里头啊，当然是有非常多的问题啊，需要整个配套式的、完整式的来做理解啊。当然在地方啊走动啊越多，当然就发现到非常多的农业问题。那未来也要来跟主委、跟所有我们的农委会的所有的好朋友啊来请教，来多多的这个咨询啊。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指教。